这一次就连你一起教训了！天脉神阵已经炼制完成，必须找个不受人打扰的清静之地，尽快重塑经脉。哟，这不是秦尘吗？上次被我打个半死，这么快又活蹦乱跳了？你是属蟑螂的吧？居然敢不搭理我！ 上次把你揍一顿，还是不知道学乖，看来是我之前太仁慈了。文志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林天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快滚一边去！秦尘是我兄弟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兄弟，哼！既然你这么愿意袒护他，那好啊。 这，你放心，马上就轮到他了。你退后。看我一招天蝎使，看你还往哪里躲！秦尘小心！ 好快！以你的实力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这是你逼我的！ 这是血脉之力，秦尘小心啊！给我去死吧！不可能，你的实力怎么提升这么多？ 你等着，别让我找到机会，否则我一定要你好看！闭嘴，否则下次对你不客气。